成都是一座美丽而繁华的城市，当初一直希望能够在成都完成大学四年的学习。我在查询高校的过程中了解到了理工大学及地球科学学院的资源勘察工程专业，作为理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它更加符合我对祖国山川大海的向往，让我有机会用另一种更加专业的视角去欣赏我们身处的世界。但在学习过程中，对一些地质现象的认识还存在困难。通过系统的学习，我已经掌握了一些基础的地质技能。因为对地质有一定的兴趣，成都理工作为老牌的地质院校之一，教育水平高，能够让我学习到更多我想学习的知识。因为初次接触到地质领域，很多专业术语以前没有见过，在学习过程中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在老师们的耐心讲解下，我终于逐步领悟到了地质知识的魅力。还有在出野外时，我们常常去不同的地方，需要快速的适应当地环境，还要克服很多苦难。资源勘察工程是一个能力很全面的专业，能够真切地体会到大自然的美丽。我叫杨真，我是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资源勘察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成都理工大学资源勘察工程专业欢迎你。资源勘察工程专业是融地质理论、勘察技术、矿业经济与环境及矿业政策法规于一体的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地质类工学本科专业，它是我校最早创办的工科专业之一，2006年列为四川省品牌专业，2008年批准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1年获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2018年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该专业对应学科具有三级学位授权点和一级学科博士后研究流动证，拥有国家重点学科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与野外科学观测研究基地及四川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